非常谢谢啊，那下次我看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趟法县好不好？平常逛街啊都是我自己带你们去逛，对不对？镜头前啊除了我就是琪琪了，但今天啊好多女生啊。Hello， 萨瓦迪卡，我是12 Max，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清迈的89 Plaza 啊，一直说要带你们来看一看，那行，今天我们到了，走走走，逛一逛看一看。右边这个呢是阿姨的表妹啊，今天过来看她就被我抓过来，正好我们一起去逛一逛，有个美女，有两个美女陪着，再加上我们的琪琪大美女，一共三个美女啊，再加一个阿姨，今天这个街啊逛起来有意思多了。而且阿姨这个表妹是会中文的，你是会中文对吧？是的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叫中文名字叫西瓜。西瓜。对。戴猫。戴猫。哦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今年多大呀？今年25岁了。行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去逛一逛，你准备有什么推荐吗？好吃的。好吃的，就是一些小吃啊这些。我是头一次让有女生啊，就是泰国会泰语的女生啊带我去逛，平常都是我自己嘛，可能有些不太懂，今天你带我去好好逛一逛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从哪边走？我这边走。好好好。刚刚下完一场大雨啊，但是天气是非常好的，小姐姐带我们去买点吃的啊。那边是入口啊，开车进来的入口，那现在我们去挑一挑有什么美食没有。新鲜的什么？鸡肉啊，鸡肉我们就不买了。不是，很奇怪，夜市里面。这个夜市是菜市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有很多买菜的也可以在这边想去买都可以啊。你会做泰餐吗？我会。会做是吧？那还挺会一点点。会一点点。现在我们去买点别的吃的啊。这是距离清迈古城啊算是比较大的夜市了啊，尤其是在各个其他著名的夜市不开的情况下，这个夜市就非常大了，真的算是个夜市吧，因为它也算半个菜市场了，也卖菜啊什么的。好啊，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们家阿姨啊，帮忙给我来个带看看，像烤鸡啊鸭子啊都有啊，这是卖鸭的鸭肉，旁边的熟食也是很多的，那这里还有一些串串啊。这家夜市我很少来，虽然离我家近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肠里面都是什么肉啊？都是猪肉对吧？我记得。对，有猪肉，还有米饭。米饭。对。有没有那个菜呀、啊？酸菜有吗？酸菜。因为它酸酸的呀。有什么？这是酸酸的。这是酸酸的是吧？哦。行行，吃吗？不吃是吧？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？蜂蜜是吧？对。能不用钱买？卡鹏。哎，这是野生蜂蜜，我要看一下。这是野生蜂蜜吗？你啊，那把吗？在这野生。是的，野生是吧？爸爸，你掏来看。弄了150，150是猪啊。需要你买一瓶吧，买一瓶吧，没事儿。像这个蜂蜜是哪里的呀？啊？这个蜂蜜是哪里的呀？马家奶呀。对呀，你。哪里的？森林来的。森林来的，好吧。我其实想问是哪个地方的，没事没事。平安来水那个带那哈，好。哦，让阿姨说她先看一看再吃啊。今天我们要热热闹闹的，鱿鱼酱啊，海鲜酱。阿姨啊，挑了几串鱿鱼啊，一串是十株啊，但是人是真的太多了，而且个儿高的人在这儿吃亏啊，因为上面是遮雨布。那你看好多人啊。朋友呢？你朋友是不是不见了？走丢了吧？人太多了，就是说后面的人更不紧，就容易走丢。哇，这个烤虾，就我们以前提前我们逛夜市都是老爱买这种虾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呀。350十几只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吧。可能找不着我们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炸的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肉吗？鱼丸子是吧？哇，很好吃的样子。你什么都不买吗？你买点吃的呗。不饿是吧？好吧，不饿呀。哇，这个清蒸鱼啊，真的是看着好像都给它端走啊。哎呀，旁边还有油炸的呀。哦，这是50株的，也有100株的啊，分开的。
明天我都行不行？再见了，别骂人啊！好久没见了啊，闪哥哥吗？你们现在干嘛去啊？好尴尬呀，碰到熟人了，把人家的小孩名字给忘了，是有点尴尬，真的是好久不见了。你的手机怎么灯亮了呀？你是在找帅哥吗？你要买什么？哦，椰子是吧？椰子，哇，你的中文这么好呀！行，你要几个呀？一个是吧？我以为这个夜市比起其他夜市都差不多一样，没什么人。哎呀，在这挤来挤去的，天哪！哎呀，我怎么拍的把我们家琪琪弄丢了？哦，在前面呢。这是海鲜，这边的这个鱿鱼我特别喜欢，非常新鲜。我上一次买过啊，在家里面做了那个干锅鱿鱼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是个半个菜市场，一半的是卖菜的啊，一半是那个干嘛的，就是有衣服呀，还有小吃呀、美食呀之类的。找完琪琪呢，哎呀，表妹不见了，哎呦，在那儿呢。好吧，我以为给弄丢了。Hello， 这是他表妹的朋友啊。买完了是吧？没事，先拿着吧，我拿着也行。然后再去吃点什么东西？要买什么吃的呀？在关心表妹要吃什么，她太坏了，我再回家报答。不是我的问题。哎，像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那种炸鸡啊？炸鸡就油炸的，是不是不喜欢呀？对啊。怪不得你这么瘦。要买柚子吗？对，柚子。哦，买吧。宝藏夜市啊，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都有。那我们这次跟这个小美女啊是顺带过来逛一逛啊，不是专门去找那个美女啊。他们都是缅甸人，是阿姨的表妹啊，他们亲戚，远房亲戚。先不好意思嘛，我们就是说带出来先了解一下啊，先探探底嘛，然后再这样再更加去很好的去聊聊天啊什么的。这里是卖这个调料的麻辣鸡，这是云南来的是吧？哦，怪不得，我看到麻辣鱼啊什么的了，还有辣条。哎，这个也是啥都有啊，还有这个粉条，这个应该是红薯粉啊，这个冻肉是非常好吃的。哦，那这两个美女在买那个柚子啊，琪琪我们刚才去买了一下别的吃的。哎，这一个多少钱啊？一斤多少钱啊？它是一个来卖。啊，一个多少钱啊？就是这个多少钱？40铢啊。哦，哎，你觉得这个清迈哪边的夜市都比较好玩啊？就是市场，你都知道哪些啊？我知道那个我们附近的有一家，就是大喇玛尼。大喇玛尼，怎么大喇钱似的一样的一个感觉？大喇玛尼。对。哦，那是卖什么的呀？机场附近的，就做一些吃的小吃这些。哦，大不大呀？曼谷还是不太大，这个比较大。那改天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来找你，你带我去看一看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那说好了啊，谢谢。你看女生啊，永远是盯着蔬菜，就是来，我也听不懂，说的好像不是泰语。你平常是自己做饭还是去买东西吃啊？有的时候自己做饭，有的时候去买东西。你都会做什么菜啊？都会做一些简单的，就是中菜这样。哦，吃过中餐吗？中餐有吃过。哦，行，改天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中餐，行不行？好。当然是还有我女朋友啊。我听到了麦克的声音。怎么了，琪琪？你买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椰子水。椰子水啊？对。那这是柚子啊？柚子。哎，阿姨呢？她买的是什么呀？她买的是哦，鱿鱼，然后其他的一些酱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哦，琪琪买的那个蜂蜜啊。你朋友呢？好，那我们回家吃饭去好不好？我看琪琪还拿了一些东西。好的，好的。加水加3次了啊，马上就出锅了，出锅去跟表哥表姐们吃饺子喽。吃饺子啦，看看我们的油泼辣子啊，还有柚子呀，今天买的鱿鱼。菜市场真的是没办法，你看这是琪琪的。琪琪，饺子好吃吗？好吃是吧？还有阿姨呢，阿姨干嘛去了啊？来了，阿姨来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是吧？哇，这个两大盘饺子吃没了啊？怎么样，今天吃得饱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是吧？你是什么时候来泰国的呀？我是那个来几年了？
已经十多年了。十多年了。25。25啊，十五岁就来了是吧？那你之前是在做什么工作呀？就是去做一些保姆啊，还有卖给客人卖东西，卖那些水果啊。所以你是房县那边对吧？对。你对房县是不是很熟啊？那改天我如果去到房县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做个翻译啊？可以是吧？哇，太好了，琪琪，这次我们有着落了啊。那你是泰雅族的是吧？对。泰雅族是你是属于缅甸的吗？属于缅甸的。你们泰雅族是说泰语吧，对吧？是说泰语的。可是你的中文太好了耶。还有傣族语。哦，傣族语。那你中文是在泰国学的吧？在泰国学的。学了多久啊？学了2年3年吧。两年三年就这么，我的天哪！而且很会写啊。你会写泰语？不是，你会写中文是吧？简单的会。那现在有工作吗？现在还没有工作。生活压力大不大呀？挺大的，你放心吧，如果这段时间有一些别的拍摄，我会去打电话叫你的。那你们现在在清迈这边是租的房子吗？租的。租的啊？房租贵不贵啊？还好吧，也不算贵啊。反正我看你们那个区域，之前我有朋友住，也就是3-4千泰铢吧。哦，那3-4千泰铢还行啊。我要是身边有人想学泰语或者说做翻译，可不可以介绍给你？可以的。可以是吧？哎，一看你的眼睛都发亮了啊。哦，可以行。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找你拍视频啊，很多我不太清楚啊，非常感谢啊。那你现在家里人都在泰国吗？对，都在泰国。哦，在房县那边是吧？那挺不错啊，改天带你去省亲好不好？还有琪琪啊，还有我们的琪琪啊，琪琪你不要生气啊，你看啊，琪琪生气了啊。你有打算以后加入泰国籍吗？有这个想法的。有这个想法。那他们加入我吗？那你是怎么才能够加入啊？嫁给泰国老公？嫁给泰国老公可能是拿不到的。哦。拿不到泰国的国籍，因为以前可以拿到的，但是现在那个不可以拿到了。然后如果要拿到泰国的国籍的话，要先办那个10年的那个，就10年签证。对，10年的签证，不对，10年的身份证，他有那个10年的身份证，这样要先办那个，然后以后呢会慢慢变那个泰国国籍的。哦，那个签证贵吗？那个要花可能是7万泰铢，7万到8万。哎，你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也想办。对不起，这是泰眼族才有。中国人办不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就是开个玩笑啊。那这还挺好的，所以你是就是靠这个签证打算加入泰国籍？对。我还以为就说是只能嫁泰国老公呢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比如说像你现在如果再找个工作的话，大概是多少钱泰铢？大概多少钱？一般的话，就是一个月吧，9000到10000这样。哦，9000到10000泰铢啊。哦，但是你其实已经很好了，泰语和中文已经够了。嗯，非常谢谢啊。那下次我看找个时间，我们一起去趟法县好不好？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你啊？嗯，提前也好的。也行，好的，谢谢。那我一会儿送你跟P 班梦回家好不好？因为正好他今天也想回家，然后你们两个住的地方都在一块儿嘛，对不对？我送你们俩回家，你们三个旁边还有这是你的朋友啊。行，那我们就先收拾一下好吧。好的，谢谢。